来看小牛啊，现在进入冬天了，就是刚入冬，今天的气温还挺高，都零上啊七八度啊，小牛啊趴在棒杆上和老小虎啊，这个大院子上这几头牛了，四个大的三个小牛犊，只剩一帮画。哎呀，这是个小莽子，这小莽子能做种牛吗？画有点塌腰。准备这么些棒棒杆，看着吗？这都是带叶的。这棒棒杆拉回来这么早不得捂啊？啊！这费那费那劲得捂喽，哪有多的现在？现在哪有堆的？这多少地的棒棒杆啊？这现在没有人逮的，都是这个捆。俺们这玩意儿没有。那你这玩意儿学捂，这你能干动吗？这都打弄回来吧，不过地里还有呢。没有，这天儿是降温还行，零下还行，要零上啊，你这悬呐！这苞米杆现在都湿。老百姓这时候刚把这个苞米收回来，听说这几天呢要有一场大雪，所以这养殖户们都非常着急呀，很怕自己家的苞米杆给捂这个雪里头弄不回来。其实现在这个秸秆还很湿啊，拉回来如果说像这么样的给它堆起来很容易发霉，最好这时候咱们就给在地里头啊都给它立起来码好，等上冻的时候再往回拉，那时候你给它拉回来你再给它堆一下，那就啥也不怕了。那你家这今天这养牛也效益也还不错是吧？今天也没少挣啊。那你俩挣的钱儿给儿子还是你俩留的？啊，给孙子花，都是三大小，都是他的。啊、哦，都是为儿女干的。现在到岁数不都这么干？那不是家家如此的。那你俩这身体还行啊，都挺好啊。嗯，心里没毛病。啊，胳膊腿疼的。这为了儿女，地劳心怨呢。啊，那甭也麻烦。那都是这样，体格就不错了。那看他啥时候啊？六多岁，那是那行，六多岁，啊，那行，那岁数还行，岁数还中，但身体不一定是。能吃不能干毛病啊？能吃不能干了？我腰间盘突出，是不是什么？那你家婶儿好像身体啊，不一定能有你身体好。家里的吧，他就是有点腰不咋好。也是腰不咋好啊，累的。腰不咋好，他不是腰间盘，啊，他就是坐那个毛病，就是有点啰嗦了。也啥不耽误干，到岁数的不骨头干点活，你体格就不行了。那啥，但是说别累着，悠达干。你要是说的天天急着赶着干呢，你就累坏了。那谁？那不行。你这杆儿不留那个是打包啊，是这么爽叶啊？这俩们这有没有打火机全砸着位，全砸着位。没有。砸一个豆碗，咱晚上砸一个豆皮碗的。但是我说一啥呢？你这苞米杆你得整回来。你要搁地里头，你先去落去，回来再砸，你就逮功夫了，是不是啊？冬那年在扣大雪河里头，对呀，反正你定期得观察，抽点杆，看看捂没捂。那个三两天又要下了。那也行啊，这一年卖几个牛犊子？咱这就卖仨牛犊子呗。仨牛犊子能整三万块钱不？净剩啊？你说净剩啊？啊、嗯。那得多。净剩三个牛犊，净剩三万还多呢，还俩。是一万呢。啊、哦，那你这牛犊，我看那质量咋样啊？有看也不能太好啊。啊？牛犊就这么的话，倒是现在这忙建的13,000-12,000。那你这个这费用呢？我一般情况下，我喂卖的时候都是23,000在卖。啊、哦，你儿出不也得是那有费用吗？你这苞米面呢，一个牛不得多少钱？得3,000块钱不？饲料啊，苞米面不得给点吗？啊，就给点苞米面。苞米面一年得3,000块钱不？那得3,000块钱，反正你这草、苞米杆啥的，地方不花钱是吧？这玩意不花钱。嗯，反正自己反正费点功夫，费点力儿。下的时候让我放。啊，你还放牛？那下的清早就赶上就放了。
那你那一年反正也能对付个，要是说的那两头不卖，一年对付30万块钱也能对付啊？那30万块钱不给儿女，你俩花富不有余。俺俩花不了花。嗯，你看你这嘎养牛环境多好，你看后边靠山。儿子孝顺，媳妇没说，是不是？儿媳妇没说啊？我老媳妇，她都想着偷钱啥的。啊，行，那有这好儿子还中，这是没白干，这。管咋的？你不白干呢？这干都歇着，儿子对你孝顺，你就中了。啊，我这两个儿子都行，这我就俩小子没姑娘。知足啊！这俩媳妇儿，真是就是一般姑娘关系不好的也不行。啊，这儿媳妇跟自个亲姑娘似的，是吧？啊、就跟姑娘一样。那真挺好。两个都那样。你这帮哥都你俩捆的啊？他给我捆的。那你捆一天能捆多少捆呢？就捆100来个，100来个下午都不捆了，啊，过来就得了。是你别捆太多，累的啊。我们说干啥？还得喂牛，还得喂两面牛。累挺了就不干。啊，还得喂两面牛。啊，这捆不完，这十来天整的。啊。他自个整的。中午吃饭没呢？没有呢。中午还没吃饭呢？没了。哎呀妈！早上几点吃饭呢？吃完饭9点多了。那你中午干这个些活，那你得垫不垫吧呀？嗯，有别累坏了我。